咁琴日咧，我琴晚翻到屋企咧，都好夜啊嗰阵时，但系都忍唔住就即系开住部机啦，亦都系拍咗段片啦，就关于部机啊，嗰、那个 Dual Shade 藤，即系好多其中一个纹啦，就叫藤榄色啦，或者叫胶渍，即系渍藤榄色嘅嗰个纹啦，就系、是、三间四间，其实系四间嘅，其实我攞个真标出嚟，咁咧就系、是。即係去到即係解釋啦，點樣透過一個直推啊嘅一個機咧，去到車呢個咁嘅紋出嚟啦。咁可以幫襯下，就唔係叫你買呢隻錶，就係、是、幫襯睇下。我覺得都，如果你中意製錶咧，或者係對製錶嘅功能有興趣咧，都應該中意嘅。咁啊可以幫襯睇下，我覺得即係應該係廣東話嚟計係應該係第一個啦，因為第一個解釋點解呢個紋係如何。即系车出嚟啦，咁今日咧翻到公司，咁啊原来都有一只喎，呢只咧就系自动嘅，啊机芯当然好靓啦，但系重点唔系机芯，就系呢个面啊。嗱，你可以近距离见到啦，用呢个电话咁样影，咁其实咧系四个位突出嚟嘅，即系每一个细嘅方格咧有四个位，咁所以咧即系理论上咧四，咁你要做五啦，即系五个车痕啦。才可以做到四個粒位啦，咁就係咁樣啦。只部機都幾靚啦，到呢只玫瑰金後面咧就係、是、一隻即係自動機芯啦，777Q 啊。由於個手推紋係直推啦，咁所以咧必然地邏輯地咧會有一個邊界位啊。咁呢個咧係旋轉式嘅 Rose Engine 咧嘅車法咧係冇嘅，因為旋轉式一定會係翻轉頭噶嘛。咁對於個邊界位點樣去處理去營造咧，亦都係高級牌子啦，同埋唔係太高嘅牌子咧嘅一個手推紋咧嘅其中一個可以分別到嘅地方。